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在这么低调的台东的深夜里，总是有一点浪漫、活泼。我一讲话就破音了，所以大家可以有目共睹，待会会不会继续破音下去？然后其实，我有帮自己取一个绰号，叫做小鱼班。那可能有些人会问说，为什么会叫小鱼班？因为我之前是一个穿着军服的一个女孩子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接触到音乐就继续这样下去。然后因为我再加上我觉得现在我所听到的一些歌曲，尤其是男生很常在唱一些男生当兵的故事，所以我就想要帮女生写一些关于女生当兵的故事。那不是对啊，所以就有外国的朋友嘛。 I before is a soldier, after is a people 中文一点点 OK。 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就希望可以帮女生写一些当兵的一些歌曲，不是说只是男生才会有的事情。这首歌是当兵女孩的心情故事，希望如果在座有女生当过兵，我还蛮希望的，你绝对会有产生一些共鸣。 OK。Thank you.
OK， 谢谢大家。这首歌是，我希望就是在座，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说，这首歌对我来讲就，哎呦，一支铅笔掉下来的感觉，就是，哎，谁在哼哼？没有，就是有一种比较代表自己的一个作品。然后，哎，我的音调讲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我想要把它写一个很轻快的一些分手的歌，它叫《单身陌生人》。其实这首歌的意境就是在告诉大家说，假如你有一天失恋了，其实也不用害怕，因为其实两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只是分开了，只是哎，曾经这么熟悉过，可是当你想要去再触碰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一切已经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所以要鼓励大家好好生活，好吗？不管是今天失去了谁还是怎么样，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好。那这首歌是《单身陌生人》。继续。
身，只需要一个眼神，只是不小心遇见的陌生人，只是不小心相处一阵子的陌生人，哦哦哦哦，不小心遇见的陌生人，不小心相处强迫的就是行销我的创作在这个地方，可是我是觉得其实啊，对，